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今天我们准备吸收我们昨天下午插在那个海力器的鲈鱼口，在海力器上的那个钓鲈鱼挺好的。我们把鲈鱼口插在那边哦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准备吸收了。期待今天也能够发财回来哦。走，出发。兄弟，前面有了，你看。在这边都能看到后面。什么呀？这？那我们直接给它拔掉啊。今天第一条啊，可以。刚来就看到鱼了哦，还行哦，应该有个六七两吧。今天第一条，应该来一，这边又来一条，你看看有没有看到？又是哇，这条可以哦，又是一条，这条可能有个一斤多吧，两条了，你还想飞起来吗？飞到船上来吧，又是一条，可以，几条了？三条了。可以啊，三条了。前面有一条，你看，真的前面有一条，你看，不知道是怎么打的，都是啊，都是大几两的鲈鱼，但是也可以啊，已经赚钱了，是不是？赚钱。看来今天要发他的血手啊！哇，兄弟们，看来今天真的发他的血手，连进四条，可以啊，喂，我飞到这里面来了。这条应该有个差不多一斤多一点，现在多少条我已经数不清了，很多条了。看来今天真的不错的选手哦，虽然说个头不大，才是我们第一大牌，就已经抓到大几条，已经发财了。能不能更发财就看接下来了哦。我们把这个先给他做一下，再吸收下一排。现在我们准备吸收第二排了哦，期待第二排收获能够更好。走，来了一条了哦，差不多六七两吧哦。还行，第二排第一条啊，个头不大，还行吧，有个半斤吧，半斤以上我们可以带走，半斤以下我们就给他放。哎，前面有来一条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不来都不来了，这条这么小，我问下去跟他一起跑了，这个这么小，这条太小了，可惜了，你看被大鲈鱼给拉下去，你看都忘成那样。肯定一给他了，可惜了。那一不知道有多大，这条太小了。就这么着，我们就给他放了，不到半斤，顶多就三两左右。把你爷爷奶奶叫过来啊、哦！你们是又怕他不来，又怕他乱来。我们是不怕他乱来，就怕他不来啊。可以啊、哦，还行啊、哦，差不多有个六七两，差不多。都是什么大？啊？我家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又是一条啊！都是什么的？什么情况？差不多六七年，还是活的。在我面前算死，差不多。你在兄弟面前你还敢算死啊？可以，又是一条了。走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吸收最后一排吧啊、哦！期待最后一排之后能够更好，能让我们更发财啊、哦！走，刚过来就看到了一条，哇，这条不错，这条可能有个大一斤多吧。目前最大的一条，现在一斤多对我们来说已经算大的，但是有一斤多的不错啊、哦，大一斤多吧，挺亏的。那今天可以的选手啊、哦，又是一条啊，连续两条啊，这条应该有个五六两吧啊、哦，差不多，可以。你怎么动不动？这条还行吧、哦，还行，也有个差不多一斤吧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玩？放鲈鱼是不是很刺激？爆餐的几率是很大的呀，已经快爆餐了啊、哦！半上鱼，这条已经怎么突突的？啊？你看，这条这边眼镜怎么可以冲成这样？这边眼镜好好的，这应该跟球体一样。昨天我在熬夜，或者偷看，应该偷看母的鲈鱼洗澡。哇，都是连续来啊！像这个鲈鱼的话，给小孩吃，给老人吃最合适。比如一个人一条，是不是？也算好嘛。虽然说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好买钱啊。今天数量真的稳稳的啊、哦。
其实不错不错啊、哦，已经马上爆，已经爆仓，快爆仓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总收获啊、哦。今天算爆仓了啊、哦，单条细路可能又破细路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可能有说二三十条啊，密密麻麻，你看全部都是鱼，差不多接近在三十条啊。今天可以，今天应该有个二十多斤吧。今天可以有没有一千多？又是我们发财的一天啊、哦！今天看来可以。走、so, ，那我们再发个朋友圈，也当做是炫耀一下。顺便我看哪些老板要不要啊？需要路易的看过来啊、哦！你看满仓都是鱼啊，需要的联系啊、哦。我们现在准备先上岸吧啊、哦嗯！看等会有哪些老板要的话，我们给他送过去吧。嗯，走、so, ，回家卖大钱啊！今天又是发财的一天啊！那我们已经到岸边了啊、哦！这边你全部都有吗？这个大概有多少斤呢？应该二十斤左右。那要不全部给我留着吧？好，那全部给你留。全部留着吧。好。行。今天这些应该也可以卖个一千五以上。好，应该有吧？一斤八十来算的话，二十斤，起码二十斤嘛，是不是？起码一千五以上。能说到鲈鱼的话，据说别的什么鱼啊、螃蟹也是聊都不会说了，我就靠鲈鱼都能发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准备回家吃饭了，这个时候也不早了，也一点多了。那我们看明天如果有天气的话，我们继续啊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啊，拜拜，走，回家。